望有缘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都能随喜订阅人间修行路频道，点赞并转发本视频，让更多的有缘人加入修行的队伍，就是成就不可思议的法布施功德。佛慧明镜日，除世痴暗明，此二句明庄严光明功德成就，佛本何故兴此庄严，见有国土虽覆顶背日光而为愚痴所暗，是故愿言使我国土所有光明能除痴暗，入佛智慧，不为无际之事，亦云安乐国土光明从如来智慧报起，故能除世暗明。今言或有佛土以光明为佛事，即是此也，故言佛慧明镜日，除世痴暗明。佛慧明镜日，除世痴暗明，这两句是第十种庄严，庄严光明功德成就。光明就是佛的智慧，佛是弃证一切种智的，是清净的法体，从法性离体当中升起的光明，非常的明亮清净，就像槁日那样的灿烂赫意。第一个偈子是谈光明的体性，第二句就是能消除世间众生愚痴黑暗盲明的烦恼，这是光明的德用，能除无明的烦恼。阿弥陀佛为什么要兴起这样的庄严愿呢？是在他因地考察他方世界的沙土，比如我们这个世间，虽然众生头顶上也有日光的照耀，但这个日光只是能够温暖我们的身体，乃至于能够哺育树木花卉，但是它不能让我们心性开悟。我们每天沐浴日光，但内心还是愚痴的，还是无明的，还是一团漆黑的。我们这个世间的日月星三光的德用妙用缺乏，没有心性上的作用，所以法藏菩萨就发愿，在我住持的沙土当中，所有的景物依正庄严所升起的光明都能消除一切众生的愚痴黑暗。这个痴明就是指无明状态，我们是由一念妄动从妙真如性升起了能汉所的对待，马上我们的心性的光明就被禁锢住了，遮盖住了，就不能明了我们本有的清净的心。无明就暗明，暗明里面就会造恶业，在暗明当中充满贪嗔痴三毒烦恼，尤其是爱欲的烦恼能够滋润这样的恶业，于是我们就不断的在三界六道轮转，所以我们轮回的本源还是这个无明。所以法藏菩萨就希望众生能够蒙光照处，能够契入到佛的智慧，佛的智慧就契证诸法的实相拨云见月，再由这个智慧所升起的事业就不是那种无际之事。一般讲业有三种，善业、恶业、无际业。当然一个人有佛的智慧了，他是超越善恶的对待的，也不会去做那些无善无恶的空无利益的事情，包括对于宇宙人生的探究，外道的十四种问难，他都离不开有啊无啊，亦有亦无，非有非无的这种戏论对待的状态。所以十四种问难也称为十四种无际，不会再有这些事情了。这样的德用是来自于极乐世界的国土的光明，乃是从阿弥陀佛的智慧的境界所生起来的，这个智慧跟断烦恼是成正比例的。一切众生都有如来的智慧，但是由于我们有见思惑，就不能显发一切智，有尘沙惑不能显发道种智，有无明惑不能显发一切种智。阿弥陀佛对治这些所有的烦恼，弃证实相般若，升起了一切种智的这种光明，所以这样的一个智慧光明就有着消除世间众生无明愚痴暗明的德能。所以无量寿经阿弥陀经里面都在赞叹阿弥陀佛的光明，只要十方众生能够有缘接触阿弥陀佛的光明，都能够身心愉悦。纵然在三恶道里面能够接触弥陀的光明，三恶道的苦行能够终止，乃至于阿鼻地狱的众生，如果蒙阿弥陀佛光明照射，有净土善根的话，都能当下蒙光摄受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所以在大乘佛法当中，十方诸佛常常是以光明做佛事，就是以光明来觉悟众生，来拯救众生。华严经贤首品就谈到佛菩萨四十四种光明来做度化众生的佛事，佛的每一种光明的德用都是来自于因地当中的修行才能得到的。比如贤首品四十四种光明，其中有一种光明也谈佛慧问题，佛的智慧，又放光明名佛慧，这是标出这个光明的名称。
此光觉悟诸寒事，令见无量无边佛，个个做宝莲华上。这是在阐释这个光明的德用，这个光明能觉悟九法界众生，他心开一解，就能见到无量无边的佛。这些佛都坐在珍宝莲华上。下面就是赞佛威德及解脱，说佛自在无有量，显示佛力及神通。这三句是他得到这个光明的因地，他的修行的因是由他在因地当中常常赞叹佛的威德及五分法身解脱的功德，赞说佛种种自在无量无边，显示佛的实力和无量的神通。他有这样因地当中赞叹佛的智慧的威神功德，是故得成此光明。所以等他成佛的时候，他也就得到了这种类型的光明。在无量寿经里面讲，阿弥陀佛有无量的光明，释迦牟尼佛概述了十二光如来，乃至于楞严经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大势至菩萨在无量劫以前所遇到的那尊佛叫超越月光佛，他在一劫当中也是十二光如来的示现，这都是以光明做佛事的表达。阿弥陀佛的智慧就像明净的太阳，除灭世间的愚痴暗明，所以阿弥陀佛光又称为智慧光。我们众生心里面有很多的无明黑暗，念佛跟这个光明产生了一个紧密的对待。观经讲，阿弥陀佛光明遍照十方，遍照十方念佛众生，摄取不舍，佛光遍一切处，但是对念佛的众生摄取不舍，就是支持这个名号，就跟佛的智慧光明产生了一种交感，一种母子相依相摄的关系。所以我们要接触到佛的智慧光明，就是要支持名号，支持名号暗合道妙，巧入无声。我们现在可能很愚痴很颠倒，没有智慧，念久了念得比较相应了，我们智慧也会得以开发。何以故？是由于名号里面有佛的智慧故。